叫醒爱睡懒觉的成员们，一用刺眼的灯光晃晃点，二用榔头敲锣唤醒印加轮，三用喷雾唤醒陈飞宇，四用冰块唤醒李荣浩。兄弟们，对不住大家了，但别怪我啊，这是总部派的任务啊。然后明天我尽量用温柔的方式叫醒大家。我会努力完成嗨帮派总部给我的任务的，加油。起来准备了。对了，早，来起来，起来，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，第二还有十分钟就要来了。这不会有手册吧？这是怎么明天的任务？成员们你们好，明天嗨放派成员魏大勋将正式加入，明早9点他会带着工具突袭你们的房间，依次叫你们起床，你们要针对他的叫醒方式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。把它布置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自然一点。自然一点。你觉得他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。好，就先这么定吧，就是不要想怎么抢，只要吓到他就行。浩哥，我会这样。关灯，你稍微快点，我们闷死了在里面。你们记得我的策略啊。哦，好，对，你冲我一下。哥，你怎么进去啊？哎，我怎么进去我的房间？进不去了，房卡呢？你们谁有房卡？快，我没有房卡，没有卡。这个刷脸吗？嘿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睡啊。顺其自然了，我的天哪！快！天哪！